这个有难度，这个有点难度。哦、OK， 你猜到了。第一个 emoji 是大象，大象。另外一个是个一个人，然后的月历，日历，想你的365天。啊？对吗？啊啊！想你的365天。啊你的冷热我无能感觉。啊，你们都会唱啊？当然了，这个倒是很火的，好不好？好开心哦！我是那种听人家唱呢，就是比我自己唱还更开心。但是我们不好意思唱的不好，我们唱的不好。最喜欢听人家唱，对，是。其实我们唱的要是这么好，我们也很放得开。我们其实这是在班门弄斧，不是。我告诉你，我的歌真的不好唱，真的挺高的，对我们男生来讲。去 KTV 敢点我的歌的那一种呢，就是麦霸级别的，麦霸或者就是很能唱，对，所以就是一个挑战。如果想挑战一下呢，唱我的歌。哎，你说完这个以后，到时候就有一个挑战，挑战李文老师的歌啊，就有这个挑战会发起。Yeah!